好了，欢迎收看《奇遇记》，又到了周三美丽的时刻了。今天又来到北投华威汽车呢，来找昌华哥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成功男人的标配。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身旁左青龙右白虎，加上刚刚又看到昌华哥帅气的开进来。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需要有这一种配备，一定要开这一种车子。好，昌华哥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什么车子？我们介绍今天是2016年的马克 S 3.0 汽油版，3.0，所以在我身旁这一台，它是2018年的，2018年，对。不过这样两台视觉上看起来，以轮圈哦，帅度真的差很多。轮圈因为这台2016年的3.0 S， 它有选配那个大的 Designer 的框，20寸的，它原厂车主自己选配的，对，所以看起来视觉效果这个会比较运动感一点。它那个侧面看起来就很帅气，对，都是这样。可是像这一台，它就稍微就真的，毕竟它是米其林的轮胎嘛。对啊，可是原本它原厂选配的框应该是这一卡3.0 S。哦，原本3.0 S 是后来这台2018年2.0 S， 它有自己升级。对，它有自己升级，就是3.0 S 的框这样子。可是我注意到一点是，为什么它的 logo 跟它一个是有点灰？选配，原厂是选配。你原本一般标配出来的话，它这个字会都是黑白。然后如果你的选配应该是到10000多块不等，就会变彩色，外面都买得到，大部分回来都自己加装，就例如淘宝海龟，对，淘宝之类，大家的好朋友，哎呀，和平 you。有像它这个头灯啊，它是智慧型，就是转向头灯，它可以随着你那个山路啦、不同的角度啦，然后看到一定的光线，就是照明度会比较好一些。我发现它两台车色，这是算蓝色吗？对，月光蓝。这个原厂也要选配哦，这个也要选配。对，这个也是要选的。啊，这个也是要等5-6万不等，也是一定要选，一样要选。大部分我们中古车都是白黑比较多嘛，可是大家消费者没想到说为什么我选灰色？灰色应该因为中古车新车出来一定都是一样价格，可是问题你要单单选这个颜色，你要再多加钱。多加钱的话，你选这个颜色大概要多少？5-6万。哦，5-6万。5-6万。所以说，一般大家出来其实都是以黑白色为主。当然。白猫黑猫各有所爱，哎，有人喜欢黑色，有人喜欢白色啊。当然，中古车市场当然是白色、黑色会比较受大众的需求。它是会比较保值吗？对，可问题是会开到这个车子的，他某个人，他每个人情节不一样，他有的就是我就喜欢灰色，我不想要跟人家一样。再看 Porsche 来嘛呗，在一公零，改天价格会多跌啦。人家开到这个极速的车子，他没有想那么多。对。讲到不怕跌价的话，通常开这种车的话，一定是比较好把妹。这是成功男人的标配啊！ Okay、对，超华哥，我问你，你开这个车，开保时捷，把妹的成交率你觉得高不高？跟谈生意来讲，你开保时捷跟我开保时捷就有差。我开保时捷，你长得就是颜值比较高，所以不管你开什么车子，其实谈任何生意都会比较容易。啊，是吗？对，直接既定印象，然后跟他拍了。你塞保时捷的文青，你知道？我塞保时捷文青，那你换什么黑青？欧青，要一打一打。我们待会就要请昌华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他的车室空间。哦，你要先试试看他那个开关门的那个感觉，扎实度是不是？好，关，有比较厚实一点。有吗？我是男人的胸膛，你感觉还好？你是没有，你想开大卡车吗？没有，车塞太多，哎呀，职业病。职业病就确实比较厚实一点啊，然后它的隔音效果比较好一点，完全听不到，它的隔音效果是很好的。对，现在只有听到冷气声而已。对，冷气声跟听不到，听不到声都要换到可能风箱漏了或干嘛，或者在它那个转动嘛，都要换到啊。而且我发现它这个椅子哦，它左右这边的包覆性很好，因为保时捷它主要就是重视超轿，就比较重视性能，所以你看它为什么把转速表都放中间？一般我们车子比较注重的就是时速表，可是保时捷它是唯一把它把转速做第一。对，因为它比较运动性，时时刻刻让你知道说你现在转速拉多少。从以前的传统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上车要习惯一下。热血的男人都看得到。他说：“奇怪，我来看无，我怎么开偌济？就是转速表。”在边啊，在边啊。有。所以他是要让你上车之后不在乎你开多少。也可以这样讲，对他们就是比转速拿比较比重拿第一啦。
他们比较在乎车子。跟我们在看那个什么《正义剑奇术传说》，人要比车凶。哦，安尼，我 sport 的，我 sport 骑了，安尼，嗯 ，sport 骑了，安尼，可对象不一样。哦，对象不一样 ，sky。丢，那我就转过去。对象，我买安尼。我看他 sport 是这一颗吗？对，这一颗，对。按下去会比较明显的，他按下去。按下去，它会转速拉高一些，稍微拉高，然后会尽量把转速拉高。这里换挡的，就是跟一般的线性比较不一样。它如果换挡，它会先把转速拉高，就变成说你超车啦或干嘛，在增加就是竞技的时候，加速性会比较快一点。哦，所以它如果按 Sport 模式的话，它转速拉高是它如果在换挡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吗？会，就是它转速拉高，然后速度间接会比较快一点。欸，像它这个车是像我们坐椅子。你刚刚说它有记忆的话，我们要怎么调？它是两座都有记忆吗？还是只有驾驶座才有？两座都有，它有三组记忆模式。第一组可以设计就是可能自己常爱开的模式，按下去的话它自己就会动，它会调整到上一个车主设计进第一组的客人的模式。所以第二组可能太在开的话，对，它像在开的话，就是第三组模式，因为每个人就有每个人模式习惯，可能一台车同时有我老公在开，就是可以换一下模式。坐在这空间里面，冷气这么冷，昌华哥，我们来放个音乐来听。嗯，其实听起来你有感觉，这个保持这个音响，其实嘛还好。应该是讲咱听电台吧，啊无咱即马听一下蓝牙嘞。对啊，咱用蓝牙连接手机，我开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身边都有经验，看这嘴这么特殊的功能那么多哦。其实这个车主他不注重蓝牙，所以他真正都无经过，什么都有。就是无蓝牙，保时捷蓝牙要选配，300几万的车你看，无蓝牙，无蓝牙。其实前面蓝牙其实不贵啦，原厂选配的话应该就是1万多块至2万不等。哇，开到这台车都无算蓝牙，够差到1万块啊！啊，真车主可能感觉讲我的蓝牙会扭曲我的音乐效果啊，我一定要听 CD 啊。那前一个车主他是什么身份可以透露？他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大学教授就是蛮有。哦，那他可能很注重版权，都一定要听 CD 啦。我是这样子帮他讲话，可是我觉得说没蓝牙，就是哇，看这车型那塞，怎么调音高还是没安喏。真的。哇，他现在都很多可以升级安卓机啦，安卓机他什么都有，蓝牙啦、CarPlay 啦，什么都有。而且安卓机也不贵，他就是等于因为每个需求不一样，他可能他当时用不到蓝牙。对啊，因为他年纪比较稍长嘛，稍长的话可能听个 FM 或者他都听。比较抒情音乐的 CD 的，啊 CD 放上去比较不会失真。对，哎呀，这每个人不一样啊。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克服的。只是说一台保时捷300多万，没蓝牙是真的比较瞎一点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来这边买车的客人？其实还好，还好。其实大部分就算他有蓝牙，大部分车主回去都会升级，因为升级的话，安卓机的萤幕第一会变得也比较大。然后再可以接蓝牙，或者是说后座空间的人看到前面的蓝牙，就是接 CarPlay， 看一些你 YouTube 或看你的频道也比较清楚一点。哦，看我的频道，欸，哦，昌华哥就好恭维啊，支持一下。那所以他原本他才是不太够用，原厂的不太够用，不像我们前面那18年的，他可能他原厂出来就是会有 Apple CarPlay， 有一些升级的配备，改款之后，对，啊不，其实无蓝牙真正是较无方便，较无方便，对，啊就用300几万阁无蓝牙。啊，三百几万，这人阿伊手瓜无啉酒同款，点钱。上车之后呢，要准备去试驾了。成功男人的标配 ，Porsche Macan 3000S， 上路前先让他听一下。哇，上路，走吧，来戳一下他的路感。你看这路感跟我们上次在 GLC 又不太一样啊，蛮舒服的。哎呦，它车是会自动提醒哦，那这样不用装啊。好了，那没有蓝牙的话，我原谅它。没有蓝牙，我是可以原谅它。而且它悬吊在回馈啊，其实就是很小，它的幅度很小。那上次我们在开那 GLC 的时候是觉得说，开起来是比较舒服，比较像船。过这窟窿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下，而且它的那个悬吊感觉是扎实。没有，跟它轮胎有差，而且它20寸。哦，我找到这一条
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这条这条，这是我们先试一下正常模式，正常模式稍微重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哎呦，哎有没有？刚是那个贴背感很明显。是哟。这是一般模式哦，一般模式是觉得贴背感很明显。好，现在切什么？那切什么模式的转速就跑出来。凶嘞哦，凶哦，凶哦，它过窟窿，很舒服啊。你在车室空间完全不会有那种晃动，而且我人是很稳。真的，我发现我们在开 Porsche 的时候，后面那个他不太敢的，人家都会让你哦，他不太敢呢。还有这种，真的有差呢。哦，你看，开这种车的福利就是这样。哎，刚超明显的，我一打灯之后，它是直接让你过，有没有？有哦。不错，也不错。所以在讲的是蓝牙的关系，在路上的那个道路权，开在路上那种尊荣感，怎么样？我让看最厉害的话，哦，有点跟我去 N 天道，我们就派。经过刚刚在路上试驾之后呢，感受一下成功男人的标配。我们刚刚在这个北投路这一段呢，开着保时捷，基本上是怀里给它横着走，连过个红绿灯、切个车道呢，大家都闪远远的。所以人家说，人生当中开台好车，就是要这样，让你走在路上可以享受那个超驾，而且保时捷开起来真的是很爽。好了，不啰嗦，待会还有其他车子要继续让我们试驾了，我们继续带他这 slogan 叫做“华威汽车我用心，你放心”。买车就是这么简单，如果大家喜欢华威汽车的话，也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会继续开箱更多更优质的车，大家记得来华威汽车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拜拜。好了，现在坐到这个驾驶座的座位，它特别的地方是保时捷它不管是驾驶座跟副驾驶座它都有记忆座椅，而且它的记忆座椅有三个模式。那像我现在坐在驾驶座的呢，比如说像我今天现在这个位置，可能我是借给家人或者是朋友开的话，我的座位可能被调过。那今天我要如何自己开车的时候回归到正常的驾驶坐姿呢？就在它这个旁边。比如说我设定我的记忆座椅是一号，那我就按一，回归到我正常坐姿。没有，这就是它方便的地方，享受一下开保时捷的男人。